通车开始试营运，中台湾第一条捷运开通，不但提升交通便利性，也成了周边房市利多的重要因素。丰前建设看准北屯区发展潜力，规划宜居建案胜利方，基地坐落北屯路大城巷口黄金三角地段，距离双轨共构的台铁捷运松竹站步行只要5分钟路程，加上周边74号快速道路、北屯区正和新路段，交通便利性大大加分。生活消费部分，一旁紧邻大买家、特丽屋等北屯路、昌平路、锦华商圈和1.0黄昏市场等，加上好事多北台中店进驻开幕，让原本便利的生活机能更加完整。丰前胜利坊基地面积约783坪，规划地上21楼、地下3楼。28到46坪，2到4房格局，114户住家，6户店面，是该路段唯一超高结构宜居建筑。面向北屯路退缩约15米，营造舒适的空间，减少压迫感。三角地段基地让每一户都能享有3面采光，加上外推的宜居阳台，大尺度的绿化成了都市丛林中最美的一抹绿意。台中北屯区近年蓬勃发展，移入人口和房屋交易市场始终独占大台中各区榜首。丰前森林地方区段特色鲜明，各项机能完备，紧邻捷运绿线和商圈，却同时能远眺台中后花园美景，繁华与绿意兼具，不但保值，更具增值优势。